各位同学，我们准备要上课了哈，请回座位坐好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这节课是由我们温承志温讲师哈所带来的演讲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哎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志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哎，昨有睡好哦？有吼，三顿食安尼有足好哦。哦，咱首先吼爱甲感谢吼，因为这是水月园农场哦，咱甲这个游先生农场主人拍拍一下。哦，感谢伊提供咱三工两暝吼较好的一个场所，啊，佮有冷气好吹，哦，会当予咱台民政府伫遮哦提供各位学员同心来遮上课。哦，因为啥物？咱啊，另一即种是爱有本职学能，哦，等于讲你爱有一个内容量发力伫对，哦，咱会问讲你发力伫对，发力就是咱国家未来爱遵守的，哦，嘛是全世界爱共同遵守的一个公法，哦，这就是今仔我为头到尾会讲的一个最主要的精神，所以今仔日这个题目，我会甲合作台湾发力，发力台湾。这是伫日本东京吼，日本国的东京皇居吼，内底就是咱天皇陛下住的吼，这是咱家吼，咱等于咱即马是伫厝的外口，啊袂无啊多入去，迄是咱家啦，但是咱无锁匙入去啦，吼，为虾米？因为咱即马去用占领。吼，哦，要回去厝的还有一段距离。我这图为啥台湾法律伫这边，法律台湾伫遮，吼，哦，啊，台湾民政府伫遮，再有一个共推啊，足简单吼，哦。台湾法律这边，法律台湾都要二重，吼，哦。来，大家做一念吼，哦，台湾民政府是台湾法律，台湾民政府是法律台湾。都要好二重桥吼，啊，咱台湾民政府都要徛咧二重桥中扮演关键的角色，为啥物？咱台湾民政府是目前会当替咱的国家开辟出一条光明的道路，吼，哦。自着咱秘书长伫2006年的10月24日，代表咱台湾民政府去控告美国总统，吼，哦，为啥咧讲咧？到今仔日为止，拢总69年来，哦，大家今仔日生活，爱体会就知啊，瓦斯要起到几千块起啊，爱生活敢好？为什么会造成安尼？对无？哦，啊，生活艰苦，敢会当怪讲安怎安怎？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咱强占领，而且这69年来，这统治的。代理占领军就是中国占领军，为着统治的方便，哦，利用各种的教科书，哦，甲之前咱所知的二八一其实有啥大屠杀，为着统治方便，或者了解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，哦，咱原来国家的一个意识，等于讲，哦，这些人无去，这些先知无去了，大家经过这60多年来吼，等于讲大家所存留的记忆甲认知存啥？教科书，教科书伊就改编一套公开的谎言，吼，连美国看到这全世界的人看到咱的教科书，囡仔在读的教科书，我就爱笑的啦，吼，包括光复节是个笑话，哦，我现在讲，因为光复节迄天应该是叫做啥？交战国军事占领日。哦，啊，为啥叫做光复节？因为各位家己揪去因迄边，家揪做共个，甲台湾人当做中国人，哦，慢慢要甲揪过，揪过讲，哎，认同中国就是祖国，哦，毋是敌人，哦，安尼就较好管。啊，为啥会叫蒋介石来遮做占领？足简单嘞吼，因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军的军力无够，等于讲伊正要。来遮来台湾做占领的时阵，美军势必然吼，等于讲爱阁开钱，阁爱开阿兵哥来遮大，阁爱开武器，这一笔足大笔的钱吼。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，美国国内是反战声浪非常大，自杜鲁门交接到这个艾森豪，吼，
等于讲伊这個国内反战声浪非常大。第四讲，这个韩战还未结束之前，麦克阿瑟德退伍啊，吼，为啥会反战？吼，为着省这个钱，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，所以叫蒋介石来遮做代理将领。哦，这69年来林林总总，咱发现足侪代志，足侪疑惑啊，拢奇怪，这哈侪代志，咱拢找无着答案。足简单吼，你今仔日来台湾民政府遮上课，所有的江苏、所有的东心、所有的东志，拢会当互你知影，包括秘书长，所有江苏啊引导落来。我相信大家这三天以来，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，吼。啊，正好就开始进入正题吼。这是去年吼日台精英会议，吼，这内底这是大串康夫吼，日本国自卫队的中将天哦。伊伫这个会议内底吼，就问了一个问题吼。伊讲，我担任28年日本国的自卫队，来过台湾10次左右，发现日本人甲台湾人拢真尊敬李登辉，而且即摆台湾人要求维持现状，是安怎恁台湾民政府要甲中华民国规个赶走？哦，我相信足侪人诶，在座同心，常常咱咧讲台湾民政府时阵，即个问题普遍化的一个，大家拢会去拄到即个问题吼。比如你话一个讲吼，今年69冬吼，这69冬来本土单人吼，要要求两件代志，第一是公正、公平啦，吼，第二是正义。但是这个中华民国中国占领军永远做袂到这两件代志，吼，而且顶礼拜就是去年3月13日顶礼拜，美国甲咱讲，本土单人身份证拢叫中华民国做记号，吼，是，即下先鼓舞炸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不妨哦。甲看下后壁只吼，妈妈这边的右上角只有用一个像特殊的工具，甲刻一排文字吼，让我做记号哦。伊做啥记号的？用蒙儿仔吼，前三码000甲180吼，因咧内底一种要申请福利措施，包括早列族群，面顶这做记号。一望一看就知，但是这系统要怎么判别，就跟因这台湾第一栋叫内地人才知啊，这列为机密。想怎知啊呢？因为美国甲秘书长讲这因内地运作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哈。秘书长接着讲吼，你日本国的人嘛免伤欢喜吼，因为你的可能跟我们同款吼。大川康夫因日本国加入联合国，经济环境真好。当然，日本国的人未当接受秘书长的话哈。秘书长有讲吼，当时日本天皇投降的当时吼，明军惊到讲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，就大日本帝国四分五裂，办公室都交予苏联占领吼，冲绳、Okinawa交联合国托管。左方的独岛哦，李云博占领迄个岛，由韩国来占领哦。南部的台湾福尔摩沙岛交予蒋介石占领，日本本岛咧由明军亲自占领，就是美国哈。伊在内底吼，这是所有日本天皇的领土哈，在内底。八方诸岛哈，交予苏联主导，交予韩国，台湾交予蒋介石元帅，伊时阵叫做。委员长透过这个麦克阿瑟一号命令过来哈，那北海道四国本州、九州是交美国哦，应该清楚占领，军力无够哦。我头下一开始有讲哦，军力无够。Okinawa 联合国，但是联合国哦，后来伫咧迄个就是像和平条约生效了后，就等于讲已经成立啊，啊联军嘛解散啊。哦，解散的东西就是交予美国，美国了后，伊在1972年的5月15日，透过这琉球返还交还哦，这个日本国哦。伊时阵呢，在日本国内底安排着100万的韩国人，就是今卖左派
哦，伫台湾呢安排200万的中国人，伊目的就是惊这个大日本帝国，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快速佮重新卷土而来，再掀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所以这当时签约这48个国家都有这种的疑虑，佮有种的烦恼，所以只好做这种动作，互伊无法度快速崛起。伊这分裂了是无法度嘛，而且文化差异也非常大，所以无法度团结起来吼。大川康夫跟蒙蔽署长吼，琉球甲美军的纠纷哦，后一阶段日本要向联合国抗议会当的哦。这个台湾问题同款，连台湾的问题可以交由联合国来处理吗？来问一下吼，可以交认为可以交给联合国处理的，请举手。哦，不行的，请举手。哦，非常健康，谢谢。琉球的问题是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发生啊吼，所以呢，向联合国抗议是无效的吼。当伊听了吼，迄个怀疑已经结束啊，所以感觉足欢喜的吼，要当来做迄个宣传。咱当啊，即个2009年4月7号，吼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吼，即几天江苏认为讲到这五项的判决吼，来，咱个复习一下吼。在本土台湾无国籍，本土台湾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本土台湾至今的生活伫政治内后中，吼，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反告，反告以上，台湾民政府吼，台湾目前还搁是美国的军事占领中，啊，今日要讲的，哦，政治联合，哦，咱来看影片。1945年8月的两颗原子弹，结束了台湾50年的殖民地位。国府第70军总计3000多人，搭乘了40几艘美军舰艇，驶进。因无军舰吼，是美国用军舰甲载来。对年轻的台湾青年陈崇光来说，这一批跨海来台的部队几乎是他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。金独兵啊，青草鞋啊，地瓜的啊，啊用物件吼，用锁啊绑绑的，啊用笨蛋的打，啊真侪人拢派雨伞啦，啊啊迄服装也无整齐，唔来讲服装无整齐，落来。的整队啦，的行动吼，拢哩哩啦啦。我伫家己耳通看到一个刮风刮哩啦吼，一直伫卖迄个金木店。伫甲卖讲，啊，你先啦，我摕这个水道头等于出呢，啊，插到边呢，还是要补水。一直甲卖讲，啊，你给我去。1945年台湾光复后，许世贤也跟大多数人一样，欢喜回归祖国的怀抱。因为热衷政治活动，也协助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办理接收。38岁加入国民党，先被派任省立嘉义女中校长，接着组织妇女会担任理事长。
39岁当选第一届嘉义市参议员，从此步入政坛。但是1947年发生228事件，嘉义地区伤亡严重，嘉义市长孙志俊逃离市长公馆，群龙无首。时期，许世贤屈从现实，继续留在政坛，以维护身家安全。228事件之后，只能有两条路可以走了，一个就是到海外去参与台独运动，第二条呢就在台湾。如果你不想参与政治运动，你就要退隐山林嘛。那如果要参加政治运动，你没有国民党当时支持，大概很难当选呢。所以有人说国民党提名之后就是可以当选嘛。所以许志贤想要从政的话呢，迫于当时的情况，也只有表示说他对国民党政策是遵守的，依赖国民党是最有可能当选的。所以228事件之后他没有退出国民党，我想他是在当时考虑之下所做的决定。即使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曾配合政府参与台籍精英烙军团到中国烙军一个月，但一时之间还是不能取信于国民党，无法取得党部足够的澳元。1951年参选嘉义县长，临时省议员选举通通落败。郭雨欣排行老二，在1908年出生。日据时期，郭根生在罗东地方上开设私塾，讲授四书五经，和日本人自然相处不睦。郭雨欣从小跟着父亲学习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，也萌发出反日的思想。31岁，因为跟林松寿的儿子林子蔚在经营理念上有出入，决定辞职，带着母亲、妻子和刚出生的长女到中国上海，转而从事贸易和煤球厂的生意。直到1946年，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隔年，郭雨欣才举家回台。凭借在中国经商的基础，郭雨欣成立华兴贸易公司，从事茶叶和青果出口生意，做得有声有色。但不久发生惨痛的228流血事件，郭雨欣开始对国民党政权心生不满。辅从中国回台的他，为了怕被说成是共产党同路人，在青年党屡次邀请下，于1948年加入青年党。隔年因为替补生病的青年党同志，成为台湾省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，从此踏上政治路。郭雨欣在省参议会期间质询声调铿锵有力，被称为大声公。后来炮轰台湾省林产管理局局长李顺清违法舞弊，导致他辞职下台，赢得小钢炮的美誉。用选票来表达对美丽岛世界相关人的支持。1980年底的立委和国代选举，美丽岛受难家属纷纷站出来参选，包括姚嘉文的妻子卓晴玉、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，以及黄兴介的弟弟黄天福。结果，卓晴玉第一高票当选台北市国大代表，许荣淑、黄天福以及美丽岛辩护律师张德明也顺利当选立法委员。那一句话真的是经典，就是被告没有判乱，不应该被乱判。
台湾人民会用选票另作审判。后来你看到被告的家属一一都超高票当选，就知道民主还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进，台湾人民真的用选票还他们公道。隔年1981年举行县市长与省市议员选举，这回有更多美丽岛辩护律师团上阵，包括陈水扁、谢长廷竞选台北市议员，苏贞昌回屏东参选省议员，结果全部高票当选。当美丽岛受难家属与律师团风光站上政治舞台，监狱里的受刑人也不沉默。1982年，美国和北京签署817上海公报，减少对台军售。国际局势的变动让正在警美看守所内的黄信介、张俊宏、姚嘉文、林鸿轩四个人决定发表一篇狱中声明，表明在台湾完成民主远比为中国制造统一更为迫切重要，同时要求将主权归属政治领袖的产生，大公无私地付诸全民公决。本来就是说民主比统一重要，啊，这个当然，这个王生足无爽快吼。我感觉证明王生也是失败，也是阮的主张正确。啊，因为安尼，阮内底受足侪限制，感觉阮要做绝食来抗议。啊，外口也很强硬啊。那时候，外口，你看他们也在静坐，也在支持我们呢、啊。再度，从米的多元精神再度呈现出来。美丽岛这三个字曾经是反动势力的代名词，却也是台湾民主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一页。过去的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和他们的辩护律师纷纷成为政坛明星，也组成民主进步党，获得社会庞大力量的支持。终于2000年时，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，执政8年。虽然2008年重回在野，多位当事人也因为路线的差异在政治路上分道扬镳，但美丽岛事件作为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性历史事件，在台湾史上的重要性无可磨灭。我是胡婉玲，这期台湾演义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政治联教啊，哦，我头先有讲，因是中国占领军，是经由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在因的民国34年，就是1945年迄年哦，10月25日派占领军单于的代表，吼、哦，在台北公会堂，吼、哦，代表民军，吼、哦，来接受伫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的典礼。结果迄天叫做光复节。哦，还是假的啦，假的开始。这个较严重的就是讲，因爱办选举。咱想看卖哦，占领军伫个占领地，两个国家无同款的国籍，人嘛无同，是安怎会办选举？吼、哦，这是一个失局的开始。吼、哦，咱这个甲想看卖吼、哦，你也看卖哦，这内底有。影片内底有讲啊，吼，1946年的2月7日，全台湾已经有240万的人已经有领有公民证。1945至1949年为何会当发行公民证？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还未流亡，吼，还阁是一个正常的国家，吼，伊的统治范围犹原是搁在中国境内，吼。1946年的8月，哦，一个叫廖文义，吼、哦，伊是公民的身份落选，哦，逃亡海外。咱然后看这影片，就迄个柯世贤，吼、哦，佮桂乌心，吼、哦，咱这等于讲这两个人身份，咱大约会当讲做一个推论。当时，吼、哦，这中国的占领军一直办选举，一直办，一直办，一直选，一直选，一直选，选袂停。哦，伊使用的人足简单嘞，有两种人。第一就讲，为着保护伊，伫即个占领期间，即、這个占领期会当保护家己的身家财产，哦，尤其是足好嘢的，哦，伊就参加政治活动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有反日的情节，哦，本身
所有的本土台湾人本来的国旗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旗，为什么大日本帝国的国旗会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旗，而且没有经过三道程序，自愿、意愿、合法三道程序，在1946年的1月12号透过一张行政命令把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成中华民国、哦、所以叫这个公民卡的发行、哦、这就是一个违法的开始、哦、违法国际法、哦、1949年12月以后再也没发行公民卡，因为1949年的12月中华民国开始启动流亡机制、哦、流亡来台北了、哦、你来看哦，就蒋中正他们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是公民吗？国民身份证、欸啊、怎么会算不算呢、哦、非公民不能参选、哦、你是公民还是国民看就知道、哦、国民吗？公民才有参政权、哦、选举罢免创制复决领票的时候为什么拿国民身份来领票，不是公民走去领票，是不是已经违法了？所以全世界怎么看台湾人起笑、哦、民思故犯，所以很多全世界的人、哦、刚刚台湾人很不讲理，你明明你领国民的哪会去参加公民的投票、哦、所以很多人很不爱跟外国人啊就不爱跟台湾人去讲啊，像深的问题就是安尼吼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因为1895年台湾永久挂牛号天皇吼，1911年中华民国建国，首都伫南京哦，这之前报纸媒体拢有讲吼，1945年的大日本战败，即由即个麦克阿瑟命令来台代管，流亡宪法的主权领土人民何时包括台湾？哦，187条宪法本文。在12次的修宪，完全拢无包括台湾甲澎湖领土的主权吼。这重点在这吼。你要看当时哦，维基百科已经去查，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。问题来哦，总领事馆是设置伫国内还是国外的机构？台湾对中华民国来讲是本国的领土，还是外国的领土？哦，领事馆是咪一般拢会设置国外的单位，叫做领事馆、大使馆，对吧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上大的问题是这样吼、哦，所以一开始发现的人要做智慧，提醒大家。假使讲中华民国要发行公民身份证，必须要登记中国的领土。哦，中国的领土上主要的观念，各位东西卖记得吼，除了这地。老母鸡下蛋之外，唔通袂记咧，搁这两地哦，哦，妈祖甲金，哦，这原来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金门甲妈祖，并无包括台湾甲澎湖，哦。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，就是咱来上这个研习班、初级班吼，上重要、最主要两个观念重点吼，第一，占领不移转主权。哦，第一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哦，大家东西卖记得吼、哦。白人，哦，伊客气地，伊讲我中国籍，答对了，伊就是中国籍，客气张就是中国籍啊啦。哦，即全世界任何国家公认的吼、哦，你客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，不会说因为跟你分工。你是中华民国，他是中国，他是民主的中国，他是共产的中国，袂甲咧分。一个中国的原则，伫足早之前都已经确定了吼。这护照颜色吼，一个中国原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华民国，哦，中华民国等于啥？中国。中华民国护照颜色与身份完全符合流亡难民的身份，这是图博的护照，绿色的国际难民护照的辨识色则是以绿色为主，哦，这是 Green Book 啊、哦。图博流亡政府护照颜色也是使用绿色，哈、哦。为什么要执行转型正义、转型正义啦？哈、哦，我相信有的应该有听过这个名词，哈、哦。
先来了解本土台南为妇孺变贫穷的一个原因吼，善解啦吼。你看当时哦，1945年的八月，白米一台斤偌济？0.2元啦吼。甲1949年四月，一台斤变4000元，通货膨胀。这安怎甲换过来？为啥会再差济？因为伊甲台湾的米、白米一寡民生物资，吼、哦。就着直直印钞票，吼、哦，甲所有的民生物资全部采购，连同越南的情况也是一样。为什么越南人非常讨厌甚至厌恶中华民国的人？原因就是在这里吼。蒋介石就着这个占领军的优势，分别为台湾岛及以及这个越南大量运出白米甲民生物资吼，以支持中国国民党军队伫国共内战。内战啊，一个物资使用，吼、哦，白吃白啉，和在日本台湾岛的物价膨胀，越南呢，你来看造成偌济，死去的120万人较济啊，所以越南看到讲中，伊本来是足万分中国，吼、哦，因为两国的纠结，恩怨纠结足济年啊，但是看到中华民国，佫较万分，原因伫遮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伫越南，你摕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啊，甲摕出来，自寻死路。迄颠倒搁较惨，本来拍中国人惨嘛，搁举迄旗搁较惨，拍搁较严重哦。当然，就是讲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就向中国难民乞讨，死抱着中华民国，怎么能够得到解脱？政治炼狱就是安尼来。好、哦，当年伊用40000。代票换新台币啦吼，换迄个一元的新台币吼，40000元换一元，这是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战争犯行为。转型正义就是还给本土他人公平加正义。哦，这是中国占领军69年来永远袂当做到的两件代志。哦，恢复正常叫做转型正义。哦，讲到这个郭雨欣吼。咱就顺续提到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听证会哦。这个人叫做王能祥哦，伊在这本书内底哦 ，DC 国民外交的开拓者，伊回忆录内底有讲哦，伊在内底我放大大家看呢。为了台湾关系法，我当时接触很多国会议员，其中帮助最大的首推。佩尔参议员说实在，当时不满美中建交的国会议员很多，但那在那大声嚷嚷有什么用？参议员也有100人，众议员435人，你几十人在那义愤填膺有什么用？重点是要提出法案让国会通过。我和佩尔联手后，唯恐自己分量不足，于是拱出郭雨欣先生来哦。佩尔也清楚郭先生英文不行，但郭先生只要在那边点头微笑，其他交给我翻译就可以了。佩尔也清楚国会现场作证要我去才行。我将佩尔的话转告郭先生，郭先生很有绅士风度，即使内心不愿也不会反对。美国作证文通常是写好当场用念的，这样才不会失去原意。后来得知我非美国公民，不能作证国内法，于是干脆将已写好的作证文改用郭先生郭雨欣先生的名义送进去。其实佩尔当时有意将台湾置为美国的领土，我心是忐忑不安。果真如此，我是如何向人解释我一贯坚持追求台湾独立的理想？你看那时普遍影帝啊，两条路就是要第一条，就是参悟带动。台独敢有结果？咱知影吼，像咱入来遮上课，这土地甲厝拢有主人诶，上尤先生诶。咱来遮是共借大，台湾民政府是跟尤先生借这个场地开课诶。我们不是说来这里哦，我消费我就是大爷，毋是呢，这是人诶，人主人诶，咱是人客，咱爱较客气诶，使用食啥爱较客气诶，爱感谢，食每一碗饭爱感谢，共款诶道理。这个土地既然是日本天皇的土地，想要怎要独立呗？这是这跟迄个抢夺、抢匪有什么两样？吼、哦，这是人的厝内底，吼、哦，包括你讲啊，台湾独立这些人，伊的卖死就是啥？有99.999%
哦，我相信各位同心等下会用问你的亲朋好友吼、哦，来，请问一下吼、哦，那个你认为台湾是殖民地还是领土？你也了解，你会用来做教授啊？哦，你也敢问到啊？我相信有99.999%的人来该回答啥？殖民地，好、哦，现在教育，因的教育，教育出来嘛，殖民地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会用来伫遮。吼、哦，会让成为一个正常国家，其实不是吼、哦。法律上，伊就是日本天皇永远的领土。哦，1945年的4月7日，伊就哪参像一个囡仔出世，是大人去户政事务所登记户口，永远就是去日本天皇登记去啊。任何人拢无法度去改变伊的身份，这叫做法理身份。啊，如何要保障家己的法理身份？你都要有姓名的证、身份的证明啦、啊，哦。所以为什么要申请台湾政府的晶片身份证？这张晶片身份证哦，是美国这周哦由台湾民政府来发行。哦，这个、晶片身份证也当唯一证明你是在占领地居住的人民。哦，你要看这个台湾关系法哦，在美国在台协会这网站都可以查哈。哦，台湾关系法对哈，以非正式外交关系法，是美国当局为了回避一战争法应在日本台湾设立美国军政府的责任，而令在台的中国人将本土台湾人纳入体制内，以代美托管，所以是一个游戏规则。好，伊咧整，生一个迷魂阵，好单人嘎嘎一批，伊就袂记得家己啊，都忘记自己的身份了，其实人。一个人吼，最大的惩罚就是忘记自己的身份，袂记家己的身份。吼，一个代志，家己内底，吼，一个热闹哈吼。那参照讲有一个代志来，大家拢去凑热闹，那袂记讲，我厝的咧煮饭的，迄家属楼的火搁咧行咧，但想着袂赴啊，厝的火烧厝啊，同款。大家拢袂记家己的身份啊，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，吼、哦，日本是我的敌人，唔对吼，迄、哦、是叫因假去啊。正港的身份，户籍成本内底清清楚楚，拢该讲啊足清楚的吼、哦，户籍成本。美国费心考量占领方流亡中国人的人权，制定台湾关系法，却全然无视被占领方的本土台湾的人权，所以以控控流年的10月仪式。哦，秘书长代表台湾民政府去控告美国总统，最主要的原因伫遮。哦，这台湾关系法的第15条吼，内底有重点哦。吼、哦，1979年1月1日之前，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地理当局。啊，请问吼、哦，注意哦，1979年1月1日之后咧，中华民国伫底？中华民国无去啊吼，所以讲，即马搁咧画中华民国的人，请伊去查《台湾关系法》第15条，哦，清清楚楚，中华民国无去啊，哦，莫搁叫中华民国啊，叫做啥？台湾治理当局。所以各位同心，包括等于吼，等于讲，咱新台湾拢爱读书，读书咱才有迄个把握，吼、哦，才甲清明七友讲，无咱即马初级班上上的，搁高级班啊，兴兴啊，等下甲清明七友讲。你会感觉足迷惑的，你唔知道要安怎讲啦。因为新台湾论这本书是内底等于全部规本拢是法律，所以请各位同心一定爱读熟吼。伊种啊，伊个电视媒体哦，因只个官方官业咧讲的哦，台湾刮胡治理当局，伊只啊讲台湾，其实后边个刮胡就是治理当局吼。哦，想到本土台湾人爱承受用选举打造的政治联合，关到今嘛，谁造成的？台湾遐讲话遐拢造成的啦，拢因造成的哦。假民主哦，诱惑本土台湾人领中国难民的证件，营造支持 Chinese Taipei 自留台湾的理由。Chinese Taipei 是什么 ？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叫做 Chinese Taipei 哦。你选票出来，有一个投票率、支持率，这台湾第一当局，伊就会向伊的
管理单位就是美国，伊会甲伊讲，因为美国委托他代管台湾嘛，伊就用甲美国讲，你看台湾选举，我有八成，阮有八成，不管对一党，迄拢我下骹登记的政党，你看拢支持阮来继续统治啊！你想要要赶我走啊？你看得票率较悬，阿边阿讲，因为大家心甘情愿啊。投投完讲啊，我无啊，马英九不是我选，那个都是689人的错啊，想叫你去投票，你投票所有合法起来支持你，不管你支持对一党，你投票人数、投票率，迄就代表你台湾人2300万人，你要继续支持这个苦毒你的中国，吼、哦，占领军，伊将改名叫台湾第一党局，继续苦毒你，你去投票，你就支持。希望伊继续甲你苦读，甲你抽重税，甲你剥削。为啥叫做政治联合？选举就是假的民主。伊既然是叫做中国占领军，只是讲伊改名叫做台湾治理当局，为了骗你，甲你骗。伊就讲我台湾，台湾大家听啊，台湾，哎、欸，我当人你讲台湾啊呢，我足欢喜的，真实的。伊讲的台湾是台湾治理当局，本质是中国占领军，是军事政府哦。为啥要讲呢？你要发现，你要电视媒体，电视开开，你要看电视媒体哦，抗议也是千万的活动，一个巨马给蛇龙，这两项物件是一个军事政府对付敌人上大的两个特征。好、哦，你讲哦，巨马跟蛇龙，一般民主社会，你看美国也好，各个世界正常国家哦，老百姓民众在抗议请愿的时候，他会去拿巨马拿蛇龙吗？那是在战争时候才会拿出来的对付敌人的武器，所以一看就知影，咱看电视遐开开，内行的内行看门道。哦，我即下在场大家讲，大家等下分享，你来观察就知了。吼、哦，世界媒体咱唔好甲家己的眼光局限伫电视内底，咱透过网络去了解国外。哦，因为第四台你要看国外，除了 CNN 之外，你有喊来看。吼、哦、，NHK 是看日本国的。你要看其他各国的资讯，就确实爱爱透过网络，包括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。我希望各位同心，逐天爱参像咱啉水、食饭同款，养成习惯。哦，广告有个广告嘛，再忙也要喝一杯咖啡，对吧？我们再忙也要上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来吸收上新的文章甲论述，吼、哦。错误的主权归属认知，祸害子子孙孙，关在政治炼狱。哈、哦，台湾问题是到底呢出伫对？当时美国无甲真相甲大家讲，为虾米反战？啊，搁要国家利益省钱，希望这個中国占领军继续帮伊省钱，继续帮伊为本土大人省股，抽遐个党税金，甲买伊无爱滴个武器，为虾米？大日本帝国当时，这个天皇，吼、哦，那个昭和天皇陛下等于讲向联军投降的东西，有同时要背负的什么战争债，哦，这个就是像和平条约签约的东西，签约国家并不是大日本帝国，而是日本国，所以签的东西签完生效，1952年4月28号生效的时阵。该红诶，恢复正常的是日本国而已，台湾跟冲绳、Okinawa 都没有同时得到解放吼，所以阿哥迪瓦迪这个战争的电影工战败国的阴影下来，是 Okinawa 甲台湾还没有完全脱离，但是日本国赶快是关起来，对，即使讲比较好一点的生活，而且是投靠到联合国方面去了，所以电影工一炸的搬出去啊。啊，老上的厝内底呢？大日本帝国是我们的家啦齁。唯一留在家里面的就是在座各位，还有我们的家人，本土台人。你只要能够证明你在1952年9月2号之前还留在是台湾，就已经居住在台湾的，你就是本土台人的后代。本土台人，你看多辛苦，每天让打工，安尼日啊谈，夜啊谈。哦，为22K 变18K， 后摆个降到15K， 后摆个更加落个会更加惨。比如说他有讲吼，拖一天台湾就要损失2亿了。所以在1月2日，
要到啊，嘛就一年就到啊。咱会当阁拖落去，互因叫继续选吗？这政治人家阁关落去，还是后果不堪设想哦。所以讲，咱会当就讲，咱直接上诶一挂法律简单诶概念，咱读熟这本《新台湾论》了，千万千万爱记咧，爱甲咱周遭诶朋友哦，毋是讲啊，我家己好得啊，我已经申请着台湾迄、那个台湾民政府诶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，诶、欸，我家己好得啊。扛起来，拢不想讲，无，哦，咱做一个好心，哦，做好心做好代都安尼甲讲，但是要讲之前，咱先甲家己充实就好吼、哦，来，下课吼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哈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